在顺发超市董事长陈才孝率领下，总经理赵植辉多位董事与各界嘉宾一同剪下红彩带，宣布全美第19家分店在南加州西科文纳市正式开业。现场还特别安排锣鼓喧天的舞龙表演，寓意开业大吉已入发，算是真的很成功，都有客人呢，大家都在帮忙捧场，真的很感谢。而热闹又精彩的舞狮阵容，不只象征顺发超市成功结合西式管理与中式经营手法来服务广大亚裔，且一贯坚持严选健康食材、薄利多销以及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更在新章期间推出多种满额礼相送，来方便顾客对抗通货膨胀，买越多送越多。更不用说每天能提供新鲜蔬果、海鲜肉类、南北杂货与日用百货。最重要是要健康，那健康食品是最重要的，是要新鲜，是要品质好，所以我们顺发特别供应这几个条件，希望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就知道我们很诚实，跟人家找一些好话来服务大家。1993年创立的顺发超市不止分店涵盖南加州、纽约、德州等地，且迎接全美第19家门市店在西科文纳市开业，更提前祝福亚裔中秋月圆人团圆，庆祝中秋快乐，请大家客人来跟我们顺发在每家店都来捧场，然后 West Covina 这附近的人居我们需要你来帮忙。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